法，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
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我是玩熊哥哥，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键。那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吗？也可以看这里哦。